WiFi 啊？你们房间里面其他人不用连 WiFi， 公司房间里面其他人不用连。现在好了吗？它也没有上传的那个数据表现是红的还是绿的。它写着现在是绿的，但是他们有人看是卡的。因为房间里其他人不要用那我不明白为什么呀。现在好了吗？今天早上刚布的吧。不是你那车没事吧？没事。他为什么老说卡？我测过了完全没有问题啊。他们说这块离那个远。花这么多钱昨天让他花钱布的网。啊。昨天让他花钱布的网，那刚刚测什么呢？一堆人在这儿。不是，那你们刚刚测了吗？测好的，就是大家现在都不要用，就用光。我没有用它。就您的手机用，其他人都不要用 WiFi。不是，都在说卡呀。对，大家都不要用这里。他说那块卡，一到那一。不是，现在它有没有显示它推流或什么？它现在行不行？它一直显示绿的，网络良好，速度。那就是不卡。那你问问抖音，它是不是缺心眼啊？不卡了，现在好了。喂，抖音吗？你不缺心眼。不是你问问他是不是？喂，缺心眼，来吧，你先。他说抖音说跟我没毛病，是网的问题。你先正常介绍吧，正常介绍。哥，他说他缺心眼啊。你先正常介绍。怎么又说卡呀？为什么都说卡？我不明白啊。还好，我这边看是很好的，完全不卡。不是，今儿那网他怎么安的呀？他跟我说他安完了，花了一万。花了一万块钱啊。安了，然后卡，没事，我明天，因为我给推荐的人，我给推荐的人，我负责，好吧？来来来来。